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与朋友们，大家圣餐主日平安喜乐。在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有以下几点特别事项要请各位特别注意。感谢主，我们教会除了一般的线上直播仍会照常举行，我们在8月15号开始，我们的主日敬拜开始实体的敬拜。但是为了维持疫情的考虑，请每一位参加实体敬拜的参加的弟兄姐妹与朋友们，大家都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另外，由于线上的座位有限，实体敬拜的座位有限，可能要麻烦各位想要参加实体敬拜的弟兄姐妹与朋友们，要在教会的网站上预先的报名定位。8月15日开始的实体聚会，除了主日敬拜之外，我们还有儿童主日学，我们将于2楼上课，但是我们不再设线上的教学。除了这个之外，青年查经班我们也将于教会举行，而且同时我们也设有线上的直播。2022年到2024年的长老与执事的候选人提名作业已经开始，各位可以到教会的办公室索取提名的表格，也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上 icrc.ca 点击以下的这个点击就可以下载了。至于长老与执事候选人的资格与提名的程序，请详见提名的表格。表格填好以后，要麻烦各位交到教会的办公室。整个提名作业将于8月22日截止。明天是BC 省的法定假期 BC Day， 教会的办公室将休息一天。在此也祝各位有一个满有主同在与祝福、平安喜乐的一个长周末。好，现在我们要保持一颗敬虔的心，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现在请大家一起起身，我们一起聆听天父上帝就借由诗篇96篇。所赐下的宣召圣言：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要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当受敬畏，过于众神之上，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能力和华美在他圣所之中。列国的万族啊，你们要归给耶和华，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要以圣洁的装束敬拜耶和华，全地都要在他面前站立。你们要在万国中宣告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必不动摇，他必按着公正审判万民，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凭着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感谢主。现在让我们一起保持敬虔的心，一起向永生上帝敬献祈祷。让我们一起低头。敬爱的天父上帝，在这圣洁的时刻，我们众圣徒以感恩称谢的灵，向高坐在宝座上的你献上我们满心的尊崇和颂赞。
你是全知全能，掌管万有，慈爱怜悯的至高神，充满圣洁公义，却对满身罪孽过犯的我们恩慈宽容。在你普世救赎的旨意中，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担当世人一切的罪，并带我们承受你的愤怒，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满足你公义的要求，并成就了救赎圣恩，使我们一切信他的罪人得以因信称义，与你复合，并为成为君尊的祭司与神国的子民，更有份于救主基督耶稣再临的时候所赐下的荣耀与完全的救赎。这一切的恩典与赐予，我们除了赞美更要颂扬。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内住的圣灵，时刻警醒我们，时时省察自己，也祈求你时刻的光照我们，赦免并除去我们任何隐而未现的罪，以及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得以随时都能以清洁顺服的心敬拜赞美你。恳求圣灵充充满满地运行在今天崇拜会的各项环节中，让我们众圣徒得享至圣上帝同在的丰盛恩高和启示。求你悦纳我们同心所敬献的馨香之祭，求圣灵不间断地开启警醒与加力，以上帝的恩光与真理更新变化精进塑造我们，使我们在成圣的路程中效法主耶稣的生活与生命，成为世上的盐与光，彰显荣耀你的圣名。愿一切尊荣与颂赞都归给你，这份感恩颂赞与求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求， Amen。 请坐。我们现在一起敬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天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Amen。 现在让我们一起同诵同在堂的使命宣言。我们同在堂基督教会存在的目的，荣耀主上帝，成全他旨意。我们同在堂的五大任务是：敬拜上帝，跟随基督，肢体相通，彼此服侍，宣传福音。现在让我们一起以恭敬而敬畏的心，一起来恭领圣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要用圣饼和圣杯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圣经的教导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到他再来，因为这样人要分辨是主的身体，是主的宝血。因为这样，让我们大家现在用一段时间，请你在你的座位上做自我检讨、求主赦罪的祷告，叫我们按理可以领受圣饼和圣杯。
每个人在座位上为自己做认罪悔改的祷告，因为我们要按理领受圣饼和圣杯。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再一次恳求主怜悯恩待，因为我们是得罪你的人。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是罪人，在主的圣光光照下面，我们是亏欠的，是软弱的，是堕落的。但是主你的爱就是这么奇妙，耶稣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来死，那个无罪的替那些有罪的来献上自己的生命，基督的替死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恳求主洁净我们，我们有知无知所犯的罪，求主赦免。我们要尊重圣桌，所以我们这样祷告，主听祷告。因为圣经说，当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记得主的应许，我们相信主的应许，我们领了这个应许，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基督十架大功。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里面，请你预备你自己的饼和杯。现在我们大家用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奇妙十架。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拿起饼，他祝谢了，他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纪念主。阿们。继续唱诗，预备我们的杯。
请你预备你的杯。圣经继续如此说，饭后同样，主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用圣杯纪念救主宝血。同心祷告，感谢救主在十架叫我们不需要上十架。今天我们看到十架，想起主，也纪念该死的我，后来没被钉十架。主的爱奇妙伟大，因此我们要爱伟大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主，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是我们得胜的确据。求主赐我们渴慕的心，紧紧跟随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以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永。使用我，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求主使用我，耶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使用我。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求主使用我一生，直到我见你的面。教会为大家在这疫情的期间预备了这个福音的口罩。有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口罩用完是可以洗的，可以用肥皂洗，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也可以。如果是赶着时间呢，也可以放在短波里面，一分钟它就把所有的细菌杀了，以后我们可以再用。这个福音口罩是我们无声
却是有声的见证，叫在疫情苦难当中的非信徒朋友可以知道，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恳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崇拜，我们现在闭口张开耳朵要聆听主的信息，这是我们聆听的敬拜。求主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请说，仆人们静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继续我们路加福音的解经讲座，今天已经看到路加福音第九章46节到56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记载什么东西呢？开始第46到48节是说，谁是最大？ Who's the greatest of them all? 46到48节如此说，后来门徒起了意见，争论谁是最大的。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意，就领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因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谁是你们中间最小的，那个人就是最大的。圣经说门徒起了意见，争论起来了，到底谁是最大的。12个门徒，可能约翰他最年轻的，可能他说我哥哥最大，我哥哥雅各他和我和耶稣上山看见基督变相，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不会比我哥哥大，我哥哥 number one， 我是 number two。 那可能有人说，哎，彼得也上山啊，他也不输你们啊。那耶稣问的时候说，人说我是谁，我们都会回答，我们只是重复别人所讲的嘛。但是当耶稣问我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都不懂，只有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那应该彼得是 number one 第一名。他们在争论什么人是最大，应该有一个第二名，第二大，应该有一个第三的，应该也有一个第十二，那个最小的，应该是这样。圣经说，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意，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呢，是说，耶稣知道他们如何评估什么人最大，是根据年龄吗？耶稣知道。是根据才干吗？耶稣知道。是根据属灵的认识知识吗？耶稣知道他们怎么来评估什么人 number one， 什么人 number two， 什么人最后 number twelve， 耶稣都知道。 Dialogismos， 耶稣都知道。耶稣回答了，你们中间什么人最小的，他是最大的。耶稣说，你说这个是第十二名啊，因为只有12个人吗？我告诉你，他不是十二名，他是第一名。哇，耶稣把我们全部倒过来啊。 Jesus turned everything upside down. Number 12 is number one. 第十二那个最小的，耶稣说他是最大的。你们的评估方向完全错，180度的错，错到家。耶稣还说什么呢？耶稣带了一个小孩到他们当中，耶稣说，如果有人接待这个小孩，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圣父，接待小孩就是接待圣子，接待圣子就是接待圣父。
这个小孩是这么伟大，就好像圣子在他的里面，你接待他就是接待圣子，就好像圣父在他的里面，你接待他和圣子就是接待圣父。耶稣这样讲，耶稣说，你们十二个人排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忘掉了，我带这个小孩站在我身边，他是第十三，你们连理他都不理他，算他都不算他。告诉你，最大的在这边，最小的第十二名啊，你不是第一名哦，你是第二名，这个最小的他是最大。耶稣讲了这个属灵的真理，叫我们想起我们要像这个小孩一样。小孩是怎么样的呢？小孩是无能的，小孩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生活的需要。很多年前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去，这个房间里面很多小孩，最大的可能十一岁十二岁，有一些十五十六岁已经开始帮助他们办事了，但是那些最小的有一些两岁，有一些四岁，里面有很多成人照顾这些小孩，没有一个是他们的家长。这是一间孤儿院 orphanage。 我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陪几个小孩，和他们一起唱诗，和他们互动。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大概三岁到四岁，他就抓紧我的手，就整个下午抓紧不给我走，抓在那边。因为他曾经看到有客人来，带了一个小孩去了，这个小孩有父母了，有自己的家了，有人可以全时间的爱他了。这个小孩以为说，我就是要来抱一个小孩回家，他就把我抓住不给别人。我很受感动，他这么大的需要，因为他是小孩，因为小孩无能，所以我们有孤儿院。如果这个失去父母的人是三十八岁的，我们不会把他送到孤儿院。耶稣说，小孩 Paideon， 很小的孩子无能，他没有经济的力量，他不能赚钱，不能买牛奶，不能买面包。古代一个孩子值什么呢？哎，你说这个孩子我们可以把他卖掉当做奴隶，所以还可以得到一点钱。是的，主人赚钱，他没有，他还是零分。他做主人的奴仆的时候五岁，口袋没有钱，主人把他卖掉拿了一大笔钱来，他出去了，他还是零分，口袋还是空空的，他没有办法经济独立，他没有律法上的独立身份。一个小孩没有办法买汽车，一个小孩没有办法买一间房子，就是有钱，有人要买送给他，他不能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取这个东西的，因为法律上他不是独立的一个人物，他存在有身份，只是没有法律的权柄。耶稣说，要像一个小孩这样完全依赖，完全依赖这个最小的，觉得说我什么资格都没有，所以你们第一名、第五名、第十名、第二十二，你们都有你们的条件，有你们的资格，我什么都没有，我不敢和你们比较，我是第十三名，零分。耶稣说，接待他的，接待我，接待我，接待父。哇，耶稣看重每一位，包括那些最小的，最小的。
小朋友们，我们要像小孩依赖主。以前我在香港上幼稚园，幼稚园后就上小学，但是我在香港住的时候住在北角，我们的学校是很小的，所以我们那个课室里面呢有三班的学生啊，第一排就是一年级，第二排就是二年级，第三排就是三年级。老师先教第一排，叫他们写字，我们就写字，他就叫第二排，又叫他们写字，又叫第三排，就这样。所以我们班里面有一些小孩是很大，有一些是很小，我是小的。下课的时候大家到楼下去等候父母来接，我妈妈每一次来接我，我很喜乐回家。有一次妈妈没来，一直等，一个小孩走，两个走，三个走，几乎大家都走了，诶，还有几个小孩没走。有一个比我大的一个小孩就开始讲了，你妈妈不会来了，你妈妈不要你了，你妈妈不会来了，你妈妈不要你了。我本来听了不相信，但是后来看，哎呀，每一个都走了，每一个父母都来了，后来我信了，就开始哭啊。我连自己走路回家都不会，老师不允许我出学校的大门。你是小孩，那是什么呢？向小孩依赖，没有妈妈什么都不能，没有妈妈什么都不能。我们曾经每个人都经过那个阶段，没有妈妈没有牛奶，没有妈妈没有饼干，没有妈妈没有洗澡，没有妈妈什么都没有。我们依赖主要像一个小孩，没有主就不行，一定要有主，没有主就不行，那是对上帝最大的依赖。最近我在看这个美国职业篮球比赛，以前的篮球比赛是什么呢？每一队都要有一个球星，你有球星呢，就很多球迷跟着你，要看这个球星，以后希望这个球星很厉害，我们就行了。后来球星很多了，球星之中出现他们的竞争，说只射了很多的球不够，要冠军才算，所以厉害厉害厉害，要抓这个冠军。后来发现我一个人不行，我就是多么厉害，对方有五个人呢，所以我需要再两个球星，三个。所以几年前开始要三个很强的球星在一起来比赛，后来发现说三个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有限，很竞争的时候要休息啊，坐下的时候第六个人要进来，第六个人如果很差我们就完了。所以后来发现说多两个球星不够，多五个不够，哇，至少要多九个，十个人，五个休息，五个再进来，还有五个候补。哇，我们依赖也是这样，可能我们开始的时候觉得说，我不是要其他的球星，我自己一个人来干就好了，努力一点，不受伤，身体健康，分数很高就够了，不需要别人，靠自己。第二个程度是什么呢？我自己不行，我是要再两个人，我是要再四个人，我是要再九个人，我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我就成功了。最高的依赖是什么呢？我需要主，没有妈妈就不行，没有主就不行，就是二十个才干的人包围着我，我们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只可以有活动，不能有收获，我们只可以有一些行动，不能有属灵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像小孩依赖主，没有主就不行，一定要依靠主，一定要有主。第二段所讲的呢，是说不是咱人，不是我们自己的人。约翰说，主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就禁止他，因为他不和我们一起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反对你们的就是赞成你们的。
哦，约翰说什么？我们看见一个人，但是不是我们的人。耶稣你呼召十二个嘛，我们十二个都在，那个人呢是第十三个，但是对不起，我们这边的座位只给十二个人，第十三不算这一队的人，不是展人，是外人。所以我们就叫他说停止，你不可以这样做，耶稣不是你的老师，你有没有跟我们？我们十二个人跟耶稣，耶稣说去，我们就跟他去。耶稣说我们去加百农，我们就跟他去加百农。耶稣说我们回来，我们就回来。你有没有跟我们？没有，你跑你自己的路。耶稣说去加百农，你就白塞带。耶稣说去白塞带，你去加百农，你自己走你自己的路。你不跟我们的，你不是我们的人。耶稣说错，不要禁止他，他是我们的人。你自己讲的嘛，约翰，你讲得很清楚啊，看红色的字。你们看见有一个人奉我的名赶鬼啊，他不是奉什么神明的名，他不是奉什么偶像，他不是奉什么黑暗的势力邪灵，他是奉我的名啊。那个名字一样就是一家人了，那个名字一样就是自己人了。错，你不要禁止他，他是我们的人。你忘记了吗？刚才我和你们讲的是什么？凡因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就是接待我，不是小孩，是我的名；不是赶鬼，是我的名；不是那个不跟从我们的那第十三个人，是我的名。这个名字对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我们自己属灵一家人了。哇，这个很深的道理。约翰刚听见耶稣说凡因我的名，以后他自己就说他奉你的名，又结论是错的，因为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他心跟从我们，他在那个名字上是跟从我的，你也是啊，他是你的弟兄，他是我们自己的人。主的名，主的名，主的名，我们都是在主的名下面，因此我们在一起。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用主祷文来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哦、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会尊主名为圣。你知道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我们中国学者是说公元前586年，公元后第70年，公元后2021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说主前586年，主后2021年。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放在历史的中间，向这个世界做见证，说耶稣是历史的中心。历史只有主前主后，不认识主的人不要你讲这个，他要你说公元前公元后，英文我们叫 BC before Christ AD Anno Domini in the year of our Lord。但是现在很多西方学者说这个字不可以用，要用什么 before the common era BCE 以后 common era CE， 其实就是学我们中国学者公元前公元 common era， 就是那个不要耶稣在里面，但是你我尊重那个名字。所以你我是说主前主后。你看我们在写上帝的他的时候，和人的那个他那个代词不一样，人是旁边有一个人，上帝的他旁边那个是上帝的他。为什么？我们要在文字上面叫人分别，这是神性的，这是人性的，这是神，这是人，这是上帝，这是人类，这是耶稣，这是彼得，这是上帝，这是亚伯拉罕。连文字都在讲话，都在做见证，因为我们要尊主名
伟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叫基督徒，所以我们对善恶的反应会影响主名。如果我们对善很赞同，对恶也不反对，世人就会感觉说可能都 OK， 什么都好。如果我们对善接待，对恶拒绝，世人思想里面留下一种见证，他尊主为大，上帝说是就是，非就非，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义就是义，恶就是恶，善就是善，坏的就是坏的，留下一种见证，我们尊主名为大。求主帮助我们每时每刻尊主名为大，在我们口头上、文字上面讲历史时间、主前主后方面各方面都可以高举，都可以尊主名为大。第三段，要降火吗？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并且差遣使者走在前头。他们去了，进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你看那个他是上帝的他，神的他，因为他面向着耶路撒冷走。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天啊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就转过身来责备他们，不可以。然后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雅各和约翰看见这个村庄的人不尊重、不接待耶稣，不尊他名为大的时候，他们很生气，就告诉主啊，要不要我们现在祷告，吩咐天降火，把这整个村庄烧灭，要不要？耶稣说不要啊，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们拒绝你啊。他们为什么拒绝耶稣？古代接待外宾、外来的客人是礼貌，一般都会接待，不是敌人他们都会接待。他觉得说这个村庄就是我的家，我们今天是说你到我的城市，是到我的城市，不是到我家。他们以前小地方就觉得说这整个是我的家啊，这个是我的物质，那这是我的家乡，所以你到我的家乡就好像到我的家庭一样，所以我有责任接待你，有那种文化的习惯。他们不尊重我们，不接待我们。为什么不接待呢？圣经说那里的人不接待，因为耶稣面向着耶路撒冷走，因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过路的人天天都有，有一些是从耶路撒冷来要到加利利，有一些是从加利利来要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不接待他？那过路就往耶路撒冷去有什么？那大城市嘛， 那边要办事是很自然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后来撒玛利亚人很恨犹太人。犹太人觉得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呢一半一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半是外邦人，所以你们不是真正的选民，你们不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你们是二等的，和外邦人一样，我们是第一等的，有这个很强的种族歧视。所以后来撒玛利亚人很反感，而且在主前128-129年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带领兵队把撒玛利亚人的圣殿拆掉，所以后来撒玛利亚人在耶稣时代已经没有圣殿了，因为在基里新山上的圣殿被拆了。所以他们这个仇恨是几代留下来的。所以呢，听到耶稣是要去哪里呀？耶路撒冷。耶稣要去耶路撒冷，
犹太人才去耶路撒冷啊，我们撒玛利亚人不是去耶路撒冷啊，我们是去基利新山啊。基利新山是在北，那个蓝色的，耶路撒冷是在南，那个红色的。为什么要去基利新山呢？因为这个山才是圣山，因为根据他们的信仰，在这个山上面有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石头，差不多死掉，但是后来上帝救了以撒，他没死，所以这是圣石头。不但这样，约瑟本诺恩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盖的第一间圣殿是在基利新山。什么人是约瑟本诺恩？宾诺恩就是耶稣亚的。耶稣亚进迦南地，摩西死在旷野，没有进迦南地。据他们的传统是说，这个耶稣亚就带百姓到这个基利新山，在那边要讲祝福的话嘛，是不是？好，摩西吩咐，所以他就在那边盖了第一间的圣殿。所以在这个应许之地，第一间的圣殿不是耶路撒冷那个所罗门的，耶稣亚那个，我们是 number one。不但这样，摩西说要祝福的话要在基利新山讲，以后那个咒诅的话要在北边那个 Mount Ebal 山上讲。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山比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还圣还厉害。所以耶稣啊，你走错路了，我们当然不能欢迎你的。但是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没有说那么好了，我不去耶路撒冷了，我们做好朋友吧，我就去基利新山祷告三天，以后再去耶路撒冷吧。耶稣没有，圣经说什么？耶稣很清楚，他决意要向耶路撒冷去。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人生的使命。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不是让我们自私生活、自私享受，有使命，可以成为恩典的出口，可以成为恩典的管道。耶稣他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新冠病毒的压力下面，三个检验是什么呢？疫情带来三个检验，第一，你身体健康吗？有一些人他病了，上医院，上医院带勇气，不久就离开了。有一些人，他病了，他进医院，几天后又回家了，一两个礼拜后好了。有一些人他病了，不是要进医院，考验他身体的健康。第二是什么呢？现在不能去上班，不能去吃饭，不能到礼拜堂参加崇拜会，那你是不是有那种的忍耐？你不是是不是感觉说，哎呀，我的娱乐生活停顿了，我很不满，还可以忍耐吗？还可以喜乐吗？就考验我们生活的纪律。自己在家里敬拜的时候注意听不注意听，没人看到听了一半跑去办事又回来，没人知道，生活纪律。第三是什么呢？能不能坚持属灵的操练？这是检验考验我们的灵命扎实。孤独的时候是不是还会和主同行，或者需要旁边有几个人推我才与主同行，这考验就出来了。那如果你觉得说我是需要别人推的，那很好，因为推会动，最怕的是推不动，会动就慢慢学习，到有一天你也可以推别人，帮助别人跟随主。三个考验，耶稣也经过三个考验。在这件事还没发生的时候，在这一段讲到耶稣很清楚他的使命之前，发生了三件事。第一是什么呢？耶稣问他的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耶稣说这是对的。第二，耶稣带三个门徒上山去，忽然间出现他的荣耀，他发光了，有摩西以利亚和他在那边在荣耀里面交谈。第三发生什么？上周所讲的，有人孩子被鬼附带到耶稣门徒面前，耶稣的门徒没办法，后来带到耶稣面前就把鬼赶出去了。三件事以后，今天这件事是第四了，
前面三件是什么？第一，你是基督，哎呀，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已，不是一个加利利的穷人而已，他是基督啊，他是荣耀君王啊。第二，登山变相，不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不会发光的，只有太阳会发光，只有月亮会发光，只有星星会发光，只有天使会发光，只有上帝的宝座会发光。他不但是基督地上君王，他是圣子，他是神性。第三，耶稣九个门徒去赶鬼，没办法，耶稣和三个门徒下山的时候，父亲就把那个孩子抓来了，说那九个不行啊，你老师出面吧。耶稣说好，出马，那鬼就出去了。你就知道真正的全能是什么。这三件事都是很荣耀的事，都是得胜的事，都是好事，但是耶稣不会因为这三件事忘记他的使命。当彼得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说我要受难，我要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耶稣变相的时候，是摩西和以利亚和他讲什么？他去世的事，不是他荣耀的事。第三是什么呢？这个赶鬼之后看到这么大的能力，耶稣说什么？人只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这是很可怕的，落于敌手。论受苦受难，论去世的事，论落于敌手，全部是黑暗的，不是光明的。但是之前发生都是光明，都是好事，因为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清楚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问主，主啊，你要我活着为什么？主给每一个人使命不一样，但是给众教会基督徒使命一样，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戴福音口罩，因为你要叫万民知道耶稣爱你，你可以做他的门徒。好，我们大家现在来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我们唱一首回应诗，生命圣诗293首。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仰望主耶稣救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随主同享生命，我们不再被罪圈困去，因靠主已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信靠他万事蒙恩典，快去将他全部
天父上帝借由陈牧师透过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六到五十六节所赐下的启示与圣训，现在请大家一起起身，我们一起向永生上帝敬献谢祷。天父上帝，谢谢你，感谢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圣言，借着你的启示与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生活与侍奉里操练顺服与仆人的心。父神，我们今生所享有的全是由你而来，为你所赐。此刻我们以感恩敬虔的心向你所敬献的摆上与奉献，求你悦纳并求你纪念。使徒保罗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训诲，虽然是由基利个人做起，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圣徒群体合一与忠心的为建造教会兴旺福音而竭力付出的侍奉。求上帝让我们真正的随时垂听圣灵在我们灵里所启示给我们的圣召与旨意，顺命委身，借着圣灵的恩赐带领与智慧，全心奉献在你所命令的一切圣工中，顺服并成就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圣召。也求圣灵加添并坚定我们顺命委身的心智，随时警醒我们抗拒自高自义、骄傲矜夸的私欲诱惑，在各种服事的事工中不求自我的一起同心摆上尽力侍奉。天父上帝，在此疫情期间，祈求你以你的大能眷顾保守一切属你的众圣徒朋友们及其家人，在你的同在中得享从你而来的平静安稳与喜乐康健。这份感恩的称颂与求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荣的圣名求， Amen。 现在让我们一起敬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Amen。现在让我们一起敬颂三一颂。领受主的恩福，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平安长存在你的心里，但愿父上帝保守看顾你健康平安，但愿圣灵保惠师在你我心里面工作，叫我们像小孩依赖主，叫我们清楚我们的使命而遵行。如此祝福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崇拜会到此结束，让我们用一段时间默祷，默祷之后教会还有一些事情要报告。